小白穿黄色好可爱，没错，我针织外套最喜欢黄色，我觉得黄色超可爱，黄色超可爱，这个黄色好可爱。我是黄色的。想看张真穿压褶不对称啊，九九那一件张真没办法穿，因为那一件是 free size， 然后只适合 S M 号的身形，张真穿会小一点点，不行。这件裙子还我觉得算蛮啊，刚刚汪汪说想要看你穿这套。那我们刚刚小白身上穿的是米白色的上衣，然后我们帮张真换了一个黑色的，因为想说两个颜色上衣都试穿，有一种女强人的感觉。对，是很有气，是有点华丽。哎，你怎么自己拉得到拉链？哎，厉害吧？怎么没有叫我？它是黑色的哟，黑色的话透肤感会少，就是肩膀跟手臂的透肤感会少一点点。你看你现在穿，你有穿背心吗？没有。哎，穿我的粉红色内衣看不到，黄色内衣哦，对不起，那就真的看不到，对、啊，那就真的完全看不太清楚这样。所以如果是白色的话，会建议你要配那个透明肩带，或是穿肤色内衣。那黑色的话，哦，大家请小心，那个黑色的话就还好，对，比较不怕。我觉得上衣很有很好看，就算搭牛仔裤应该也很好看。嗯，那你裙子我觉得张真穿会蛮刚好的，它马鞍肉这边，对，我觉得会比较还是差不多臀，是很显臀啦、啊、我觉得张真这个尺寸不行，就是因为它只有做到 M 号， M 号我觉得就是正常的 S M 号，那因为张真是 L 号下半身，所以就比较不适合这件裙，不过我们就穿给大家看看这样子，差不多臀3637穿 M 号 OK 这样子。那张真臀3839就比较偏小一点点，也不是偏小，就比较合身啦。对，好，这也是比较容易有皱褶。嗯，但是还不会到很不舒服吧？不会。Kitty 说想看张真穿这件啊，想要脱下来给我，放那个。你老说穿深色，然后再看，好啊。Kitty， 我都会点菜。Kitty 很会点菜。我觉得上衣真的可以买一下，上衣真的很美耶，上衣搭个那个西装裤的感觉，西装裤搭起来也可以啊，就是你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开的时候，输人不输阵的时候，要跟厂商那个把它阿罗贝的时候，它真的我觉得就是一个婚礼很适合穿的，婚礼会不会太气势了一点？那有什么关系，不是排排站的时候，就是同学会，就是同学的婚礼，如果是妈妈的朋友的小孩，那我就不用这样穿了。如果是自己的同学要结婚的时候，就要穿这样，给他一点气势，不能输其他的同学。真的，这件上衣真的可以买，好看好看，想看啊，那我们张真可以去换那个洋装，可以。